没有货。看一个地笼子，就看一个。那玩意儿底层鱼，不行就回去了。这次来信心满满，这是老地方，可别让我失望啊！可别让我失望啊，兄台！看看这个笼子，真的别让我失望。可能蒙他出来刷钱，谁？哪位大哥？哎呀，失望了，这是空的。空的啥也没有，我都看见了，就回去吧。好多大哥都这样没发现，这是的，对，那是的。喝了蒙他的刷钱，我那时候。是的，真是的。怎么没鱼呢？没鱼，不看了，其他的我也不好奇了，看多了，这个时候看了，明天真的没有。这个时候看了，明天真的没有了。不看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看上面还有网，但是很远，要搞又是一个多小时。或者不看了，回去吧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这澡也洗的差不多，澡也洗了，没什么汗呢，身上啊，就是刚刚热了一下，汗也不多。不整他了，我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说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他再说他叫着也不明显，叫几声又不叫。明天再说吧，退，明天再说。该休息了。走。